今日分享呢一个超级胆固醇脆星咧，咁系不可不食，但系亦都不可多食啊！咁啊，七寸买翻嚟，将佢里里外外清洗干净。好啦，咁我哋冷锅落水，咁啊，主要将七寸将佢焯熟，去除啲异味以及多余嘅嘌呤啊！咁啊，呢一边咧，咁啊，起锅落油，加入姜、葱、蒜，将其爆香。然后倒入山泉水，咁啊随即将嗰边嘅灼熟嘅七寸将其倒入呢一个咧，咁啊比较关键啦，一定要同步啊！我第一步加入一汤匙嘅老抽，然后四到五汤匙嘅生抽，呢一个脆身咧无需落盐，咁啊有足够嘅生抽即可啦。有云南嘅小红糖一块。接盖上盖，改中慢火煮20分钟。咁啊，期间我哋可以轻轻咁搅拌一下嘅。起上盖上盖去焖煮佢，继续改慢火，咁啊将佢再煮20分钟左右啦。咁啊，等水分煮到差唔多嘅时候，咁啊将啲姜、葱、蒜全部能挑起身。如果唔系啊，会影响到七寸嘅口感，咁啊以及色泽嘅。佐料全部取出，继续收汁即可啦。通常呢个时候，咁啊，梗系粉丝先食啊。